看着很深奥的六线谱，我是一个不读书的时光猪，每天想把周期的字数补足。我是一个没名气的时光猪，常常看着很深奥的六线谱。我是一个不读书的时光猪，每天想把周期的字数补足。我知道你一直在远方等着我。在远方等着我，我的好你不知道，你的手融化了都想再看你微笑，多遥远的目标我都愿意为你努力去达到。你的好谁不知道，全校都到想再看你微笑，多遥远的目标我都愿意为你努力去勇敢的。常常看着很深奥的六线谱，我是一个不读书的时光猪，每天想把周记的字数补足。我是一个没名气的时光猪，常常看着很深奥的六线谱。我是一个不读书的时光猪，每天想把周记的字数补足。我知道你一直在远方等着我，一直在远方等着我，我的好你不知道，你的笑融化了都想再看你微笑，多遥远的目标我都愿意为你努力去达到。你的好谁不知道，微微笑全校都到想再看你微笑，多遥远的目标我都愿意为你努力去勇敢的达到。我的好你不知道，你的笑融化了都想再看你微笑，多遥远的目标我都愿意为你努力去达到。你的好谁不知道，微微笑全校都到想再看你微笑，多遥远的目标我都愿意为你努力去勇敢的达到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 Minecraft 的RPG 整合冒险，对，应该这样讲，对。然后上一集我们做了介绍嘛，可是因为我们是用光影的关系，所以很lag很顿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重新再做一个世界吧，尼亚斯的 RPG 冒险。然后我那一集结束之后，我有再去看一下，哎，不对，这个不要。我再去看一下他的介绍，他有暮光森林的 RPG 模组，还有什么什么一大堆女仆啊什么的，哇，真的好多啊！总共大概有8到10个的 RPG 的
模组，它整合在一起。然后我发现它这个 RPG 游戏，它是没办法作弊的，没办法用创造模式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一样选男生，然后下一步，然后名字就叫尼亚斯吧。然后这个是一样的，对 ，OK。然后我们一样拿到这个宠物棍，然后有任务按 N 可以取得更多资讯啊。然后数据地图好像没什么用。然后设定 UI 显示周边是按 V 嘛。然后切换佣雇佣村民的攻击和防守立场。当主语言不可使用时，游戏语言的替代。然后 English。OK。然后他有给我们一个狗宠物的蛋，他到时候可以帮我们砍怪物吗？老实说我还不太懂啊，我玩这些模组完全没有去了解就开始玩，是吧？可是这才是原汁原味的游玩嘛，我又不是要玩什么技术台或是什么什么，对吧？我又不是很强，我只是玩个把快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，我又不是玩技术台。我的麦克风有掉吗？麦克风好像没有掉。等一下，我的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耳机一直断掉，对吧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打啦！哎，他会攻击我哎，一次还两滴血。好，然后他是中立怪物啦，我不攻击他，他不会攻击我。所以，可是那个小方块有什么用？不知道。然后这看起来像。这是什么方块啊？看一下，泥墙，哎，好酷啊！还有这种东西，哎，小麦耶，已解锁的像是哦，它以后还可以就是哎，铜币耶，好酷哦！这 RPG 整合包太酷了，对吧？太酷了，真的太酷了！哎，我怎么是敲不开？哎，这不能回收吗？不会吧？不能回收也太惨了吧？哎，等一下。我可以住在这里啊！我刚刚猜他，尼亚是傻。对啊，我可以住在这里，我干嘛猜他？我在发什么疯？对吧？我发疯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其实这可不要啊，这都可以不要，把它拆来放其他地方就好了，把一些多余的拆掉啊，这样就可以填补家里，这就当我的家了啦。这个草挖掉，就是一般的泥土嘛。然后泥墙放在这里，然后，哎，不对，橡木材放在这里。然后这里可以把它合成一个橡木材。哎，这挖好慢哦！为什么挖这么慢啊？也太慢了吧！哎，回收不了哎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。然后泥土，我把这边填一下，填满了。嘿，小鸡，反正这附近应该是没有村庄了啊，我印象中，不是印象中了，就是因为通常重生的地方附近不会有村庄，视野距离我调9好了，我通常习惯9啊，然后动态效果。少量道具动画开，传送门动画可以关啊，粒子也可以关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虚空粒子不要关。我看一下录影软体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没有光影跟没有传影片的时候就还好。我们去挖点砍点树啊，不是挖点树。
两公里内没有村庄，两公里内是什么东西啊？按 V 就是可以知道附近有没有村庄啊。我还是先砍树吧。获得了木头，新系列。继续砍，砍砍砍，还在砍。哦，什么声音？然后近期应该是不会，应该70%或80%或90%，哪有那么多？大概80%不会在实况上古纪元，然后60%不会在实况。GTA， 不过 GTA 以后应该还会实况了，毕竟大部分的钱还在啊。上古纪元就免谈吧，因为改名之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啦，啊，包括领地啊，而且我中间箱也没有存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有钱值钱的东西都在我家里啊，对吧？谁知道呢？可是我就很想改名啊，我不想要用原来的 ID， 啊，那个、原来的 ID 不是我取的，不是我用的，所以 GG。我想要有我自己的 ID， 原来的 ID 不是我取的，是吧？把它砍坏哦。所以刚刚那个东西我完全不能挖，那个到底什么东西啊？那半砖木应该可以挖才对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拿斧头挖不开、欸？哦，爆了，有了，而且他给我好几把斧头哎、欸，然后肚子饿了，糟了，哎，我有面包、欸。所以这个游戏中应该也有种植的要素吧？不会告诉我不能种植吧？而且视野距离有点近，这怎么回事？但我怎么觉得视野距离很近？来，我先种子收集一下，不然，哇，不然怎么？我都没有讲清楚就说对啊，不然到时候没有食物。好多树苗，剪一下，剪一下。我家在哪？我已经把那个小木屋当做我家了。不对，那应该算是一个临时的据点了。我不能把它永远当我家。哎、欸，是在这里吗？我家在哪？等一下，我再来这个洞穴。这里有羊。哎、欸，我家在哦那个地方。这里有羊啊，所以我到时候可以采点那个，不是采点。砍点羊来，不是，这是 1.7 不是 1.8 1.8 才有羊肉吧？我在干嘛？这个钱币可以干嘛？可以买东西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橡木木头、橡木材，那个字体还蛮可爱的。但我觉得，可以动一下，我觉得我放错，这样子放，哎，又放错。我天花板不想要那么高啊，不想要那么矮啊。我到底在讲什么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合成台啊，然后放在这里吧。我觉得这好小一间哦、喔。算了啦，有总比没有好嘛。然后这个很难挖，可是我还是要先把它挖掉，因为太麻烦。我要找一个地方放我的合成台啊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把它扩大一点。对，不是我在说，算了啦，不要扩大了啦，麻烦死了。我到时候是要去城镇的呢，对吧？就这样吧。合成台放，不要，这样好丑。你想要怎么做啊？啊，算了啦，我们先放一个合成台再说了啦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十字镐，我要赶快挖石头。这样我才可以变成实质道具，不然一直在这边耗，也耗不出去。哦，有岩浆耶！哦，不行，这个先略过。我们去一个小小的洞穴之类的地方，然后挖点石头回来。九桃里里豆，九桃。啊，这里小小的洞穴。大大的，那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那是铁矿吗？哎、欸，铁矿哎、欸，
等一下，我挖点煤炭。虽然我现在有四个火把嘛，不过挖点煤炭到时候可以烤一些肉。这模组整合包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会放在我的影片下方的显示完整资讯了。然后呢，有点寒，然后会有网址，大家可以去下载。至于，所以就不要再问我说尼亚斯这个整合包要去哪里下载了，我已经给网址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说你问的话，那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多挖点石头啊，直接晋级成实质的道具。我刚刚差点没梗。然后2月16号、17号估计就是都不会拍片。然后我现在这个拍片时间是2月15号，刚整理完我的房间。对，然后要预计是录两集，然后一集分两集分别为星期一、星期二上传啊，对吧？那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大家这样照样新年可以照样看片，新年一样也有影片可以看，就不会新年大人在打牌，小孩子不知道干嘛啦，对不对？不是有时候大人会打麻将吗？然后就是通宵打麻将，或是打扑克牌，对不对？你们就可以看我的影片，就不用看着大人无聊的打麻将。好啦，我们回家吧，要晚上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要杀一只羊了，对不对？三只羊，不对，我觉得到底要不要杀？不要啦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杀，不要杀，不要杀，千万不要杀。我觉得我想要用成泥墙，所以我现在要先做实质的道具了。我先做一个石铲啊。现在有很多的泥土，摇完上这样，我有切，按错，一直按错，简单，没有错。OK， 21个够吧？怎么做泥墙啊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围起来，然后合成表在这个吗？不对 ，N 是吗？工具吗？不对，时间不对 ，NEI 哦， oh, 不对，等一下 ，V， 不是 N， 那这是 B 啊 ，B 啊，等一下 ，N， 我刚刚是按哪一个出现？我忘记任务要去哪里按。JKM， 哦 ，N 有了。我刚刚是按帮助，我看一下哦。破坏村庄、战争、村庄发展，这要怎么合成？合成表我完全不知道。糟糕，我这应该要好的去看一下合成表。算了，我先乱合一通看看。反正合成方式应该大概猜一下都知道了。我觉得我要先把合成人收进来。我看到，嗨，古力大，然后放一对，乱合一通，没有，这样子嘞，一样没有。没有，你想要怎么合成？我查一下。悲惨，等我一下哦，大家等我一下。我查很快速啦，放心。泥墙。泥墙是哪一个模组的？Minecraft， 等我，不要转台，先不要转台，等一下也不能转台吧。Minecraft 泥墙，
币。有了，等一下。泥墙。没有血啊。中世纪末的教程，应该是吧？算了、啊、算了、啊，不用了啊，好麻烦啊。还是说它是这样子啊？这是鹅卵石半砖吗？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这样这样不对，都不对。算了啦，这些就任他去吧，任他去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插点火把，我们火把、欸、在这里，然后这里，那四个角插啦，插四个角就好，这样就好，刚刚好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熔炉，熔炉放在哪里好？放在这里好了，这样子，好小啊，好小，莫名的小。算了，我们在哇，这个打好快啊，打这个泥土好快。然后我看到僵尸往我这边走了，等一下 ，OK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合成哦，泥墙这到底是怎么合成的、啊？算了，我还是不知道。GG。算了，我们把这个泥墙停在这里。然后哪边还有多余的泥墙啊？啊，我们把侧面都拿来当那个，都拿来放木头啊。侧面是专门放木头的，然后这边是放泥墙的，那就 OK 了，就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好，好啦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这边可以盖起来了，然后少一个木头，再多弄点，然后 OK。看起来还蛮精致的房子，哪里精致、啊？然后这些东西可以丢掉，其实，我合成台，然后我也可以做，怎么没有木棒？做多一点木棒，然后，我直接按住 Shift 把它变成全部木材，啊，算了，不管它。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石斧，然后石镐。然后实践，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，石锄，锄头啊，然后没了吧，应该是没有了。我听到蜘蛛的声音，我们再做一个木门好了，对，一定要做一个木门，木门是必要的。等下，我好像没放好，这样子，会，两只，呜，走开！我刚是看到一只古力帕在那边瞪着我，然后消失了。有蛋哎，蛋一定要捡一下的啊！啊，骷髅弓箭手一定要打一下的啦！呜，这样我才有骨粉可以种作物嘛，对不？这有石头，然后来我看一下，我听到蜘蛛的声音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这是一个恐怖的岛屿，充满着恐怖的怪物。这边可以当我的农田，前提是我要有铁。我有木门了，这就是我第一个家，破烂到不行。喂，又有蜘蛛！哦！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个打掉。又有蜘蛛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！走开！我觉得我这边四个角把它改成木头啊，这样比较开一点。整修房子时间。不然这样好丑、哦，我的妈呀，我都受不了。一定要骷髅声哎，在这里，别想偷袭哎，没砍到哎，
完全都没有砍到 ，miss 掉了。好，完成。好，死了。然后我看一下有哪里可以整修了。我现在有八个啊，八个就刚好放这里嘛，这样就好看多啦，对不对？嘿嘿，我还蛮天才的嘛。好，在这里。什么时候早上啊？还没早上哎、欸。好，哎，干嘛？走开。蛋，小麦，小麦可以合成面包，多合一点啊！干嘛啦？这怎样？怪一直往我这边走。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箱子，对不对？我先做一个箱子啦。然后，我箱子，哎，我有两个箱子，那就。那就这样子吧，好窄的，算了啦，就这样了啦，还能怎样？还是等一下、喔，我要放在这里吗？算了，我决定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能用则用。就是这个房间有用的处，有用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放床，有没有？多完美啊，多帅啊！把箱子放一些我不要用的东西，钱先收着啦，然后这个不要用，这个袋子这样，骨头放着，种子放着，腐肉放着，小麦放着，这个留个四个好了，然后栅栏不用，线不用，箭矢不用，一组木头留着。面包带着，蜘蛛眼留着，鸡蛋留着，木棒身上。好，差不多整理完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蛋也留在里面啊，这个也留在里面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我们现在要去挖铁矿，顺便丢一下垃圾，斧头、木镐、斧头，好，丢完了。啊，小麦可以养牛啦！我刚刚把小麦全部弄掉嘞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这样也可以一次把他们牛全部引过来啊，甚至还有羊，哎，不错嘛。前提是我们现在有铁矿、啊，有啦。那下面我记得有铁矿，只有点危险而已，一点点。刚是有那个、啊，没有。我们这一集录了23分钟了，对不对？快完结了，然后就可以再录下一集了。啊，我插个火把，这样子。这边蛮多铁矿的，那我不用。哎，这产的也太快了吧！它这个模组有更改掉它的实产的速度，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怎样？我用一次给大家看啊，怎样？你看我按着哦，我按着的速度是这样子，我没有开作弊哦。我现在你哎，选一个职业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怎么选职业啊？选一个职业，我要怎么选职业？对，我先回家再说，Go home, go home。等下，四个铁钉够吗？四个铁钉。等下，我要铁钉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我铁钉干嘛。等下，我先下去好了。我要青蛙，对，轻轻的蛙，不是那个青蛙，不是水里的那个青蛙。我的，等下，好，这样应该。喂、哎，我在干嘛？嘿，嘿。嘿，这样子 OK， 然后这边也放一个啊、哦，哎 ，OK， 还有点暗，放个火把，哎，转太快，这个，哎，这不是铁矿啊，这应该不是铁矿哦，对，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铁矿，再插个火把，这个是什么矿？是什么 ？Tufugan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有必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模组到底有什么东西耶，对吧？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啊！我那个合成表好像没有安装到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
啊，对啦，我还可以再安另外安装我之前的那个光影的那个模组，可是我不要装光影，装中文化就好。然后它就有附赠就是合成表的部分，我就可以看合成表，就不用那么麻烦。我们下一集再来装吧。我现在回家，来下。好，这一集就挖到了四个铁矿，然后两个不明的不知道什么的矿物，不知道什么的矿物，对吧？我觉得这边要插一个火把，两个火把，然后各插一个。我觉得这些我没有，我不需要啦，那个挖掉。不、哦，又是快速挖泥土法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要挖它，每次都不经意的就这样挖掉了。然后我要烤一下我的铁矿，煤炭马上就没了，好快！再做一个火把吧，然后那个不知名的丢进去，然后泥墙丢进去，泥土留着。历史留着，木棒这些都可以留在身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拿出来整理一下后面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给牛住啦，没有错，给牛住啊。这个好像少几个、啊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应该够了。做一个门，然后我觉得放在这里好了，门放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再多做一个吗？不好吧？多做一个栅栏会多出来，但是有多的栅栏没有，可惜呀。有了，两个栅栏，多一个。每次都这样，每次在做这个栅栏的时候，每次都多一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纯粹就是要让我浪费就对了。好啦，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结束啦，对吧？下一集再说啦，因为录了28分钟了，有点久。好啦，然后我们这一集破烂屋就是我们的家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好。从此以后，我就跟这个小木屋过着幸福快乐的样子的日子。等一下，但是这个泥土我要先弄掉，因为太丑啦，丑爆啦！我先把它挖掉。哎、欸，太快了，我真的觉得挖这个太快了。我根本就不是在挖泥土吧，我在铲沙子吧，速度有够快的，不知道在快什么。你在赶时间吗？铲子比我还赶啊。 OK， 我们的房子就这样完成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啦，哒啦，温暖的小木屋，有没有？超小的，好小啊。好啦，然后下面这个选择职业我一直不知道这要怎么选择啊。选择职业 S No 选择职业一个职业，我不能点它，我不能点它，我什么都不能做啊，我要怎么选职业嘞？选择职业对不对啊？按左键没有用啊。我要怎么选职业呢？来看一下 Minecraft， 好吧，算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，对吧？其他的下一集再说吧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一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页按赞，或是看一下其他团员的有趣实况哦。那我是尼亚斯，记得来尼亚斯的粉丝页按赞哦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咯，拜拜。
三点钟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中你和我好像已经分了手。我放了手，给了你想要的自由，付出过了头，一切都覆水难收。凌晨三点钟还在含情脉脉，你想对我说可不可以不分手。我放了手，给了你想要的自由，付出过了头，一切都覆水难收。我不想再拥有一个人的自由，所以把你放走，不是你的过错，不是喝的太多，你最爱不是我，所以别再追究各过各的自由。我不想再拥有一个人的自由，所以把你放走，不是你的过错，有些话说太多，但还有什么用，所以别再追究各过各的生活。我不想再拥有一个人的自由，所以把你放走，不是你的过错，不是喝的太多，你最爱不是我，所以别再追究各过各的自由。